大学时期呢是追求观光，希望以后的工作呢是以观光为主，日文为主。在十年前呢，我移住到了北海道，找到了现在的工作。北海道呢四季分明，夏天可以露营，冬天呢又可以滑雪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北海道呢非常的不拘小节，他们总有个船套脚都自然直，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非常的广大的心胸来接受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北海道人呢相处起来也是非常的好相处哦。